韩第一美女土嫁高富帅密心，第一次见面就接吻。金喜善日前更首次在主持节目 Talkman 大胆吐露当年与老公交往密心，自曝第一天与老公见面就接吻了，一席话惊呆现场众人。金喜善与老公朴周英结婚现场，金喜善在与江虎东主持节目大谈恋爱观。新浪娱乐讯，据台湾媒体报道，韩国第一美女金喜善2007年前嫁给大她3岁的企业家朴周英，从女星升格当贵妇，两人婚后幸福，育有9岁可爱女儿。她日前更首次在主持节目 Talkman 大胆吐露当年与老公交往密心，自曝第一天与老公见面就接吻了，一席话惊呆现场众人。金喜善老公朴周英是韩国建筑企业岳山集团会长朴成宽的次子，外形高大俊帅，是不折不扣的高富帅。小俩口当年透过友人介绍相识，直到婚后10年，金喜善才首度坦言第一次见面就与对方接吻了。金喜善在节目中透露，与老公都是爽快性格，所以见面第一天对彼此都很满意，接住就亲吻了。随后他又表示，自己恋爱观就是恋爱时会将对方当成结婚对象来交往。